就专门搞人头党员，因为他们在初选过程呢、啊，为了出现哦，那出现他搞人头党员，当然他机会就比其他要参与的人啊、这个机会大很多哦。所以说这个部分当然应该站在内政部的立场，好好的还是可以再研议。是，那我再请教哦，政党负责人的年龄哦，各版本当然这次制定都定在20岁啊，最少要20岁。唯独啊，只有陈廷辉的版本是18岁就可以担任政党负责人，其立法理由要配合未来修宪，将投票权下修到18岁。那请问次长，您的看法呢？哦，这样我们在宪法里面啊，被选举权啊是23岁哈，投票权是20岁。那现在大家都希望把投票的这个初始的这个年龄下修啊，这个大家大部分是有共识。那至于说要当政党的这个负责人，那当然就是说，如果他们自己的政党没有什么其他意见，我认为就是说只要我们各个政党有共识啊，原则上20岁以上，在我们来讲也是属于这个成熟的这个年龄，也就是说有行为能力。那以后如果下修了18岁啊，再比18岁多几岁，就像现在我们的选举人呢是被选举的这个23岁，我觉得这个也是合适的。那这个当然是各政党如果有共识的话是可以的。其实哈、哦，那个市长，我今天有看到那个媒体哈、哦，联合报有一个披露啊，他就是针对下修到18岁的投票年龄哈、哦，58%的民调是不支持的。对，我们内部的调查也是有这样的显示。有这样哦，有这样的显示。对啊，因为哦，讲实在话，当然我们不是说年轻人不行不好，只不过是社会大众一直有感觉说我们是希望成熟一点。哦，那当然我是问你的看法，你的看法认为应不应该下修到18岁？不是应不应该，大家有共识。那我们提供一下我们的内部的这个民调的话，其实有蛮多我们所谓的年轻人啊，他也不是太赞成说把这个年龄下修太低。这样子哈、哦，哎是，包括年轻人都自己都有这么认为。哎、对，我们的民调是这样显示。哦，这样哈、哦。是。那我想，因为除了陈廷辉版本没有对政党负责人规范消极资格之外，其余的版本都规定曾犯过贪污罪。甚至于经过判决者不得担任政党负责人。那请问次长，像我们先总统前总统这个陈水扁，他犯贪污罪，那判决确定目前保外就医，若未来新上任的总统蔡英文女士，他要是特赦陈水扁，依照目前行政院版本政党法的草案，陈水扁可不可以继续来担任政党的负责人？这个当然是牵涉到说特赦以后啊，他之前的这个那个罪行是不是还在啊？如果是以这样的规定的话曾犯贪污罪，经判刑确定啊，如果那特赦以后到底还存不存在？他已经判刑确定，特赦只是免他的刑了、啊、免刑，所以说应该是还在、如果不是免他的罪的话，那当然就是也符合这个消极的这个资格，他还是不可以当政担任哈、哦。好。那我再请教你哦，有关于入党的年龄门槛，我想我们今天审查行政院版本，以国民党版本，高志鹏版本规定必须满16岁才能加入政党。反观其他民进党委员的版本，则是规定必须满18岁以上才能够加入政党。那请问次长，当初规划草案时，为何选择必须16岁以上才能够加入政党？这个应该也是一个配套的措施了哈，在世界各国哈，其实15岁、16岁、17岁、20岁、21岁啊，其实都有了哈。那如果相对的哈，我想民进党版他们是说负责人是18岁，要能够加入的话，是不是也是18岁？那我们认为说，你要担任这个党职，跟你要加入的话，再从16岁。我们认为是合适的、啊、所以这个部分啊，其实也是需要大家有共识，并没有说一个公式说几岁是合适的，所以这个才是需要说到立法院来，大家来集思广益。这样哈、哦，那个次长，我请教你哈、哦，有关于这个政党财务的来源，各版本的
条文差不多大同小异，包括党会啊，包括依法收受政治现金啊、政党补助金。那本席注意到，民进党过去啊，不分区立委每月必须上缴民进党中央13万，那充实民进党的财源。那从今年3月开始，民进党中央规定，其不分区立委一个月必须缴6万。另外海外，啊，这个另外，这个每年啊募款责任金额必须25万。那公职金分摊2万，加起来每年必须给民进党中央99万。那请问内政部，陈市长，依照政治现金法，每年啊每个人捐赠政治现金给单一的政党不得超过多少？最多？30万。对呀、啊，不能超过30万。那按照行政院版本的这个政党法草案条文，民进党可否再要求不分区立委每个月交给中央这么多的经费？是我可以？因为他加起来一年就要99万，我给他算呐、啊。如果他是以各种不同的名目啊，其实真的也是很难去确定，就是说你一定要是不是符合那个？但是如果是说政党内部啊，他有不同的这个资格啊，他需要缴不同的党费的话，那这个在章程上明定的话，说实在的，这个也是属于合法的。譬如说你是党主席啊，那你可能你的党费可能就高一点。那你如果是是中央的这个公职人员，那你的党费跟一般的党员可能是不一样。那如果是在章程里面明定了、啊，经过党员大会来通过的话，这样或许也是符合这些规定的。对啊，所以说他这个没有抵触到政治现金法。政治现金法是非常这个精确的，有这样的这个规定，而且监察院他特别都会按照那个去做。那至于说我们也是说要尊重政党，要自律，也要尊重这个政党的这个措施啊。如果说他们有这样的，像是不是有很多的人民团体啊，其实也有类似的这个做法。是，好，谢谢。是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请张宏禄委员发言。我请那个陈政次，请次长。常委你好，好，次长，我们今天讲政党法，我想请问一下。